来了，还先有张英和我给他回信。没有，没事，谢谢。咱们这闲会，我回去拿啊。行，快点。谢。我就这一件儿啊。行，退下来，我给你洗，洗完明天早起就干了啊。那谢谢了啊。行，刚好这还有件。行，谢谢。谁还有？都拿过来啊。谢谢了啊。不是，你这件衣服脏了，我想给你洗洗。不用。没事，我不累，我给你洗。我自己会洗。你们还不走？人呢？有人没有？谁呀？哎呦，陈大姐、大侄子，你们都来了啊！快啊，快去打几个荷包蛋。来，屋里坐。叔，我们也不跟您兜圈子了，今天来呀，主要是想说说银凤的事儿。你们见着他了？没有。那他来信了？也没有。哎，你说这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吧，刚送到你们家，这堂还没拜呢，就让你们给整没了。我妈到现在啊，丢了魂似的躺在床上，啥都干不了了。你说吧，这么多天了，你怎么着的也给我们个交代吧？是吗？我们不是没找啊，你说他个大活人，他长着腿呢，他跑到哪儿去？你说不到哪儿找去，这事儿。哎，你说这话啥意思啊？这事儿跟你们家没关系了是不是？我姐吃饱了撑的处理游山玩水去了。有事情你还想赖呀你？不啊，我说大侄子，你到这十里八村打听打听，我钱贵啥时候赖过别人？你们呢得给我点时间呐，我好去找啊。这世上找人他是最难的事儿。人是逼你们家逼跑的，不管怎么说你们家也得给我们家一个交代呀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那你说这咋交代的嘛？你说咋交代？用你们家的东西做抵押啊，啥时候把我们家银凤找着呀，我什么时候把东西还给你。不行，拿钱抵。钱？多少钱呢？这人命值多少钱？就给我们多少钱？对，人还没死呢，就要起人命钱？你说啥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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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别说话！会说话？别说！是的。别吵！那啥事儿不得把最坏的想啊？那是。我姐要是没事儿，算你们走运；我姐要是死了，慢点。说啥呢你？反正我姐要是有三长两短的，咱们就没完。对，跟你没完，跟你们家没完。那你们说要多少钱吧？多少钱？500。啥？500？我们攒10年也不够500呀！你要命算了，没有。没有，出去借去。我跟你借，你借不借呀？凭什么跟我借？没有钱，凭什么跟我借？还人还人话呀！你说什么话？说的什么话？别说了。我说他大姐啊，500呢？你说我们家拿得出来吗？啊？这我们不管，就是碍我们什么事？那要不这样，我拿我这院房抵给你们。爸。哎，行行啥行？不行，怪不得村里人都说你聪明人、机灵人。就你们家这房能给我安上轱辘，我能推回家去，你还行了你？对，不要房，要那牛，那牛。哎，那牛是队里的，那是队里的，不牵牛就还人。那是队里的，是队里的，不管队里的啊，队里的。是这。我们把牛牵走，啥时候把银凤找着了，我们啥时候把牛给你牵回来。那要找不着呢？啥话呢你姐？你听，他就没打算找银凤。谁没想找人？就你不是没想找人？你少说话！哎呀，叫什么话？他大姐，你刚才说啥时候我们找着人，啥时候你们把牛牵回来？对，
什么时候把人找着，什么时候给你把牛牵回来。对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牵牛。买船。牵牛。就在这睡，你万一是奶奶睡你，你是我男人，我不在这睡，在那睡，我就不走。快走回去，这不是你睡的地方，你起来，起来呢。你起来，你给我昏死了！你让我睡一会儿，我都好几天没睡觉了。你给我起来，起来，我起来，不起来，不许！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你就让我睡，我让我睡，这看，睡看，哎呦，这那叫咋了咋了？让人睡觉了，这咋回事啊？咋回事？我进来了，是谁呀？你这床上咋跑了个女人？这女的不是白天那个吗？国顺，怎么回事？我是他老婆，是老婆也不敢来这儿呀。就是嘛，这儿不能来女人啊。她不是我老婆。钱国顺，我瞎了眼了，我嫁给你，你不是个男人。你还不撵出去看看，这大半夜的，万一出啥事咋弄呢？快点啊，快去快去快去，快点，快点。张银凤，张银凤，你给我站住。张银凤，张银凤，哎哎哎，张银凤，张银凤，你要干什么？张银凤，啊，放开我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，我的脸都丢尽了，我不想活。张银凤，天下的男人有的是，你为啥非要在我这一棵树上吊死呢？我就喜欢你这棵树，我就喜欢你，我不值得你喜欢。你这么讨厌我？我心里有别的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可我是你媳妇。干啥？强扭的瓜不甜，你懂不懂啊？那你为啥强求人谷新月嫁给你？人家已经嫁人了，你不是强扭人家那个瓜呀？谷新月根本就不想嫁给那姓吴的，是因为知道咱俩要结婚了，才跟那姓吴的结婚的。你要早同意跟我退婚，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个地步。人家要想嫁给你，人家早嫁给你了啊！人家还等着一个离过婚的嫁呀？你做梦去吧你！赶紧说不通。钱国顺，你是不是等着谷新月回心转意嫁给你啊？对，只要我等她。他一定会嫁给我的，秦国生。行，我把这话撂这儿，你早晚会有后悔的那一天。不信，咱等着瞧。